星妇女脸相差最多的不是四爷跟若曦，最后一张照片最厉害。明星妇女脸相差最多的不是四爷跟若曦，最后一张照片最厉害。20日，吴奇隆、刘诗诗在巴厘岛浪漫完婚，为娱乐圈再添一对大叔佩罗里夫妻。纵观娱乐圈，大叔罗密佩屡见不鲜，但大多数都被网友吐槽鲜花插在牛粪上，站在一起违和感又满荧屏。像吴奇隆、刘诗诗这样配一脸的养眼情侣不多。下面小编来扒扒颜值爆表的十对大叔罗密配情侣。一、吴奇隆 vs 刘诗诗。年龄差距17岁，步步惊心里四爷与若曦以木兰花定情，恋情也穿越到了现代。20日，在数百位亲朋好友的见证下，两人甜蜜完婚，步步惊心就此画上完美的句点。二、刘恺威 vs 杨幂，年龄差距12岁。刘恺威、杨幂是娱乐圈大叔罗密配的代表。两人于2012年相识相恋，2014年一月修成正果，同年6月1日，二人的爱情结晶小糯米出生。三、周杰伦 vs 昆凌，年龄差距14岁。天王身边女人多，然而昆凌却凭借纯真善良过五关斩六将，最终扑倒周杰伦，成为人生赢家，引发万千80、90后在网上隔空喊话：“嫂子，以后请照顾好我的偶像和我的青春。”四、林志颖 vs 陈若仪，年龄相差10岁。陈若仪貌不惊人，玉不压众，却凭借执着和真情打动了亚洲小旋风。身价百亿的林志颖生了3个儿子，成为豪门阔太。五、甄子丹 vs 汪诗诗，年龄相差18岁。2003年，钻石之王的掌上明珠多伦多华裔小姐三日料冠军汪诗诗与功夫影星甄子丹闪婚，成功诠释了美女自古爱野兽的真理。六、林峰 vs 吴千语，年龄相差14岁。吴千语成功扑到 TVB 原当家小生林峰后，不但爱情甜蜜，演艺事业也一路高走。
宋承宪 VS 刘亦菲，年龄相差11岁。刘亦菲宋承宪因为合作《第三种爱情》擦出火花，2015年8月5日公布恋情，网友们纷纷感慨，又一个女神被韩国欧巴抢走了，中国男星们要加油啊。八，黄晓明 ES Baby， 年龄相差12岁。黄晓明和 Baby， 一个是内地最红的人气小生，一个是最红的当家花旦，两人的婚礼邀请了大半个娱乐圈，刷爆各大热搜和朋友圈。九，郑嘉颖 vs 陈凯琳，年龄相差22岁。45岁的郑嘉颖不但凭借《步步惊心》咸鱼翻身，更迎来了自己的甜蜜爱情。2015年与23岁港姐冠军陈凯琳因戏结缘发展成情侣。22岁的年龄差对于拥有童颜的八爷来说似乎不是问题。十，冯绍峰 VS 林允，年龄相差18岁。今年2月，拍到冯绍峰林允上海共度春节甜蜜同居的消息。虽然拥有18岁的年龄差，但两人却配一脸。没想到演艺圈里竟有那么多老少配，而且年纪还相差这么多。欢迎投稿爆料或者吐槽，加入我们群组我要爆料，或者发邮件到我要爆料粉丝页，我们会有专门记者帮你编辑成为文章发布到我们网站。